会变成血血，然后症状可能就是掉了。那如果他家不懂事，回家会很痛苦。因为他要去拿去烧或者拿去搅的话，就是进去会坏掉，就会很尖。它本身具有高孔洞性，所以我们想说它可以拿来吸附异味及有机挥发物，还有一些甲醛等等的一些脏东西，所以我们把它发展成这个吸附包。那它吸附包的话，像这一包大包的啊，这一包的鼻表面积就有两个足球场这么大。所以你们家如果室内装修有甲醛的话，有异味的话，都可以把这个放进去，它消除的异味的功的那个效果还蛮好的。我们这个是用两层布织布去做，所以才能够让它比较不会掉粉。那我们之后就是兆力的2.0的看材就是这个，它变成一颗一颗的形状，那它解决了掉粉的问题，然后也减少了它的空间。像这样子一包的功课也是40克，但是如果换成这种倒立看的话，它可以减少很多的功课。